没事啊，这边没信号了。二队，你们在什么位置？科长，我们现在在楼梯间，即将抵达预定位置。整个酒店都停电了吗？看情况应该是。我跟杜某现在被困在电梯里，你们不用等了，直接进房间。 房间，发现乔西川在浴缸内隔板自杀了。老刘，你别跟我说乔西川已经死了。还有脉搏，我叫救护车了。保持警惕，一定要保住他的命。明白。郑姐。 你回来开会了？有点事想先跟你说一下。技术部那边又还原了一部分通话记录，我看了报告，跟你爸有关。现在可以进一步确定，10年前你爸的案子，幕后的人就是乔西川。静姐，现在已经有充足的线索，可以将两个案子并案侦查。我一定会让这帮混蛋 接受法律的制裁。还有，这事儿是不是该告诉苏阿姨了？我想想看怎么跟她说吧。我觉得想的越多越复杂，开门见山比较好。 需要我一起去吗？我就是作为局里的人，从专业的角度对发现真相的过程做详细陈述。这事儿还是我单独跟他说吧。啊，也对。谢谢了。 秦婷，宋局，怎么了？坐吧。听说你在行动中负伤了？小事儿。有伤了怎么不好好休息啊？老宋，你没批假吧？批了。我真没事儿，是我自己主动要求跟的这个案子。有工作干劲很重要，但是身体同样也很重要。谢谢秦婷。哎，怎么样？杨迅开口了没有？ 我们连夜进行了审讯，这个杨迅啊，拒绝跟我们进行任何有效的沟通，死活不开口，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不是我干的，我是冤枉的，我要见律师，就这些。看来他早有准备啊。现在乔西川昏迷不醒，杨迅认定我们没证据，所以死活就不开口。乔西川情况怎么样？医院那边说他是大脑受损，不排除醒过来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永远醒不过来。 两个嫌犯，一个落网了死不开口，一个昏迷了也开不了口。只要我们找到证据，杨迅不可能这么撑着。那现在我们掌握什么证据吗？我们在乔西川的住所内找到了大量的变装用具，有假发、拐杖、各种涂料、胶水，还有变声器。
根据苗飞还有苗焕阳提供的证词呢，基本可以断定，乔西川就是徐鹤。10年前呢，他威逼利诱苗焕阳进行内幕交易，最近他又胁迫苗飞去盗取密钥。还有，根据傅大勇的证词呢，也基本可以断定，和平也是乔西川的另外一个伪装身份，是他策划绑架了傅梦瑶，胁迫傅大勇去进行矿石走私。 这一切都是乔西川所为。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乔西川毁坏过的电脑，技术部门连夜加班，已经恢复了部分内容。安静，你来说说。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杨迅跟乔西川一内一外，策划了在双清的技术盗窃，还有矿石走私案。杨迅呢，负责潜伏在鼎华内部，窃取信息，必要的时候做一些掩护。乔西川在外，负责所有的行动。 周炼是他的直接下属，也是最重要的伙伴。贾长安、刘宝强还有陈灿受他间接指使。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推测，这个乔西川心狠手辣，擅长弃资保命。有理由相信，贾长安暴露以后是他杀了贾长安，伪造了自杀现场。周炼的交通事故也可能跟他有一定的关联。这个乔西川。 不仅关系到现在这个案子，也关系到10年前的案子，甚至跟安梅同志的牺牲有关，要让医院想尽一切办法让他醒过来。明白。啊。 您笑什么呀？您得给我出出主意，自个儿挖的坑，自个儿看着办。还是您最了解我妈，到时候您可得帮我搭把手。单位上允许你说了吗？这个您放心吧，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你妈这人呐，别看平时刀子嘴，大大咧咧，咋咋呼呼，得了理就不饶人，其实啊，心肠是软着呢。 这我知道，总瞒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吧，你妈那儿有我兜着呢。好嘞，妈，哎，好香啊，香吧？妈，我来，啊，我来，哎，你行吗？行，你慢点，可别烫着，您放心吧，啊，哎。 我想跟您说个事儿，啊，您得做好心理准备，别削到手。哎呦，你妈就是闭着眼睛也削不到手，你说？就是我这工作吧，之前一直瞒着你们。 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妈，你没生气吧？哼，你小子，终于肯说实话了。啊？您知道？就你现在这个状态，整天不着家的，是个正常人就能知道你哪儿不对劲儿，你还能瞒得过你亲妈呀？哼，也是。还有你爸可真逗。 还玩什么？爷儿俩见秘密谈话，以为这样就能瞒过我。切！妈，您这事不能怪爸爸，是我让他保密的。是不是鼎华玉出事儿，你就辞职了？您在说这事儿啊？那你要说什么呀？妈，我其实。 还有另外一份工作，准确的说，那才是我的本职工作。什么工作？就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吧，我就进入了国家安全部门。我是国安的人。还不是。你不是一直都干猎头吗？
你还给我寄过你们的工作照片，有一次我跟你爸，我们到北京去旅游，还到你们公司去看过。你不是那个，这猎头也好，顶花也好，都只是表面工作。是执行任务时的伪装身份，国安侦查员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市最好的一家酒家。啊，是吗？这儿的厨师那是全国闻名的。一会儿等他来了，我们跟他讲。哎，好，他工作也忙啊。抱歉，我来晚了。好，安静，你妈刚才还念叨你呢，快坐坐坐。我一直在开会，所以就来晚了。好，来吃菜。好，哎呀，有点凉了。那。 我去叫服务员热一下。好吧。哎，开瓶红酒吧。红酒？你怎么想喝酒啊？今儿高兴。好，我去选一瓶好酒。服务员。哎呀，开吃。嘿嘿。哎。 香，你们干嘛呢？哎，吃，吃，哇，我今天这么多菜呀！来来，来一个。哟，你们这是怎么了？啊，怕我生气啊？哎呦，哪至于呀，多好的工作呀！ 国家部委、中央直属，光荣。嘿嘿。妈，我这一直都瞒着您，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哎呀，这有什么呀？特殊工作不能公开，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我不跟你爸是那么小心眼想不开，我不在乎。<笑>这怎么又扯到我这儿来了？真是。说实在的哈，我知道你是国安的，哎，我反而对你生活上边的担忧吧，都少了好多。哎，你们单位有食堂吧？伙食一定很不错吧？有，妈，您不知道啊，我们那儿的伙食特别好。体制内怎么说也更有保障，对不对？嗯，好，儿子，好好干，妈支持你。<笑>妈，谢谢您。<笑>哎，妈，我来。来。嗯，小驹子，不过有几句话，妈还是得叮嘱你一下啊。哎，您说。 你得注意安全，你们单位那个地方那可都是卧虎藏龙的，有比你聪明的，有比你会打的，那都大有人在，你要量力而行。
遇到太危险的工作，也别瞎来。您放心吧，您儿子这点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哎，还有啊，你别以为你有现在这个工作，你就可以不结婚了。你不管在什么单位，不都得娶妻生子吗？啊，你说的对。你个人的问题，我该说我还是得说。嗯。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你跟安静那。 应该是属于同一个系统啊。算是吧。安静她是属于双亲市局这边，我呢我是在北京部里，我是这次回来双亲之后啊才知道她的身份的。哦，哎，那要这么说的话，你跟她就更有戏了呗。八九不离十吧。 那就好。老王啊，你给他留神了，别说漏了嘴，那可就害了儿子。哎呦，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种嘴里把不住风的人嘛。我也没说你是啊，就提个醒嘛。我用你提醒啊？我是安全协防员，我用你提醒。 你发个真逗，真的，我真懒得跟你说话，真是。那个，哎，那安静她知不知道你的身份啊？她到底怎么想的呀？嗯，这个，要不然我帮您问问。<笑>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贫呢？你跟谁学的？你，<笑>行，来来来，尝尝妈煮的这个汤，特别好喝，来。 哎，这孩子喝成这样，我又没喝多，我有分寸嘛，放心吧，呀。贝贝，安静，哎，你们俩就在原地等着，我去把车开过来送送你们。哎，不用了，叔叔，今儿不用送我们。哎，今儿你们俩可都喝了点酒，还是送送吧。今儿啊，我想跟我妈溜达回去，醒醒酒。哦。 也好，那你陪你妈走走，注意安全啊！那我先走了，好，再见。好，再见。再见了，叔叔。好。走吧，走吧。平常我要不主动招呼的话，你都不会要求跟老王一起吃饭。今儿是怎么了？没怎么样，就是经过上次的车祸，觉得他这人还挺好的。 对你挺上心的，想着以后要把你托付给他，我得提前讨好他，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是真喝醉了？没喝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希望你幸福。就是状态不对呀，发生什么事儿了？妈，困扰了咱们这么多年的事情，今天终于调查清楚了。 但是在我告诉您之前，您得答应我，不管一会儿您听到什么，您都要把这个包袱放下，今后好好的生活，好吗？妈答应你，安安，你说吧。爸的死。 不是意外，只是我也没想到，我们现在调查的案子能关联到10年前。苍天有眼。 恶恶报，妈。安安，妈知道，关于案情的细节，你不能够多说。我只问一句：当年参与谋害你爸的人，全都抓到了？好，好。但哪天。 我们去给你爸扫墓，把
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好吗？嗯，一定得去。 我妈妈说让我谢谢你，帮我查清楚了爸爸的事情。阿姨的心意我收到了，而且我也和我妈说我是国安的，但是她的反应简直让我出乎意料。阿姨怎么说？我妈说，国安挺好的，有食堂，伙食不错，她就放心了。这确实像是阿姨的反应。能把自己的事情跟家里的人说。 这样整个人都放松了，多好啊！马上，你先说，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你说什么？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10年后呢，咱俩因为暴风眼这个行动再次有了交集。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本来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但是最近我终于想明白了，你愿不愿意？ 安静，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吗？10年后再见到你，就在咖啡厅那次，你对我很冷淡的交流，让我感觉你像变了一个人。之后和你一起行动，我感受到了你身上的正义和热血、独立和坚强。 和10年前的你一样，后来我知道你当年离开的真相，我好心疼。我想一辈子都保护你，因为你爸的事情你感激我，但每当我和我爸产生矛盾的时候，你又何尝不是很用心的在和解？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其实是一类人。在工作的时候很理性，面对亲情的时候又很感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俩的默契一直都在。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考虑什么？ 你看我这个人又不温柔体贴，也不小鸟依人，还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不能在你身边。因为我相信安科长可以分配好工作和生活，做一个好妻子。嗯。只要我们相爱，未来可祈求可以。 宋局，喂，宋局。哦，好，我这就回局里。马上，工作第一。太惨了，这才刚有了女朋友，就要开始异地恋。 算异地恋啊，我就是工作跟你分开一会儿。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来跟你道别的。省厅那边觉得，咱们的证据已经够了，两个嫌疑人
虽然一个不愿承认，一个还没醒，但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想让我从鼎华撤出来，而且辞职信我已经写了。你要回北京？嗯，过两天就走。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案子还有疑点，好像这破案的过程太过于顺利，咱们之前的对手没有这么蠢。不过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你放心吧，市局一定能把这个案子查清楚，不让大家之前的努力白费。走吧。哎，没了。没了。哎，你不得再留我一下？这是领导的命令，工作需要啊。你放心吧，虽然我呢是一个工作狂，但休息的时候我会去北京看你的。哎，你什么时候来看我？梁总，在等我啊？对啊，刚才在跟国企那边谈一些注资的细节问题。我知道。进去吧。嗯，走。坐。谢谢。说吧，什么事儿？我准备辞职了，这是我的辞职信，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你写成什么样都没问题，不写都没关系。你这什么反应啊？同事之间的情谊就这么淡吗？得了吧，早就知道你不属于这里。进鼎华之前，是受到了老苗总的帮忙。进来之后呢，又受到了小苗总的帮忙。打住！没有我父亲的帮忙，你照样能进来。至于进来之后谁照顾谁，也不好说。行吧，那咱们俩就是互相帮忙，并肩作战。其实。我也打算近期离开鼎华。自从我父亲事发，我就已经有了这个念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带着任务留下来，国家能不追究我的责任，我已经很庆幸了。如今国企要注资，我父亲的事情就会慢慢公布出来，不如见好就收，体面离开。以我的能力，我觉得找个类似工作应该也不难吧。你想清楚就好。知道你不能把话说开，咱们彼此心里明白就行。哎，我还想问你一下，你既然都要辞职了，那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结束了？算是吧。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就是贾长安到底是谁杀的？之前我隐约知道，肯定是鼎华内部的人干的。你进到鼎华来，也证明鼎华内部确实有问题。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涉及重要岗位，如今又不在鼎华的，就只有庞一山、杨迅和玉浩然。庞一山呢，已经自首了。在关键时刻做这个决定，可能性不大。玉浩然，我之前听说他又进了一家创业公司，也不可能是他。那就是剩下那个人，对吧？你可以有你的猜测，但是我无法确切回答你这个问题。那也只能是杨迅了，我不太相信是他。虽然他不算是什么好人。但是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就算这件事情是他做的，那他在我面前演的也太正常了吧？也有可能，杨迅只是潜伏在鼎华内部的一个人，
真正下手的其实另有他人。算了，我知道你也不能说。同事一场，有一个请求，等能知道凶手的那一刻，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没问题。也有可能，杨迅只是潜伏在鼎华内部的一个人，真正下手的其实另有他人。这可以，但我觉得刚刚那个好看。你定吧，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呢？哎，马总，你们也在这儿呢？安总，对，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什么事儿？今天上午，林总宣布了一项任命，邹教授特别助理的位置，我的。真的假的？可以啊，你陈磊。你现在这是双喜临门啊！哎，我还有报告要写，你们聊，我先走了。哎，哎，什么情况？你这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你羡慕我？啊？你这种老司机，你会羡慕我？怎么看出来的？我是在公司挺注意的。对，你演的挺好的，但我能看见本质。就你这种长相、气质，还有经济实力，那一定是一肚子风流水，欠了一屁股风流债。哎呀，过奖了，过奖了。作为过来人呢，我得提醒你，你悠着点儿。你是不是真喜欢人家苗璐啊？你别骗人家小姑娘。我就不是这种人。真的？我真不是这种。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记得请我吃饭。哎，改天。Me. Hey. Your face still in Dinghua. And the person suspected is also there. Can I see your plane's not as good as you expected? The MSS is obviously not planning to close the case. However, you are Professor Zhou's assistant now, and for that, you are welcome.I have the ability to get there myself. You know that. But we helped you to create a safer identity, didn't we? Your mission next will be very, very simple. Just get the technology and exit as soon as possible. Really? You think it's simple?Do you know how much unexpected things I've done just because you thought it's too simple? And all of this would have exposed me. Simple? I will give you more based on your workload, okay? Well, I'm sorry. I don't come for money. I'm nothing like Chao. You know what?
Just tell your dogs to stay off my way before I step up. My people will appear whenever the time comes. Otherwise, they will just disappear.等在这儿，你不上船啊？等你啊，有件事想跟你说。我还没想好。我不是那意思，你怎么把我想的这么俗啊？我是真有事跟你说。那你说。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想听哪个？你才是俗，好吧？你先选一个。啊，好，选选选。选坏消息。这坏消息就是，昨天我和婷婷商量了一下，发现这个案件还是有疑点，还得接着查。你不觉得意外吗？这案子要能这么轻松的结，那才让人意外。你也这么想的？来听听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可能暂时走不了了，我们有更多的事情可以接触。明明就是两个坏消息，我上船。基于目前的情况，专案组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这个是大家交流过了吧？目前这段时间，无论是专案组的同志，还是市局的同志，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我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大家的努力和付出。到目前为止，你们成功的守住了 DS 材料合成技术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而且成功的抓捕了数名间谍，清除了大量潜在的危险。既然大家认同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那也应该意识到，我们要面对无迹可查的被动局面。苗焕阳、陈灿、刘宝强这些已落网的人，已经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最重要的这个乔西川，还处于昏迷状态。乔西川的情况有变化吗？还是重度昏迷中。他现在在哪儿？是人民医院。人民医院，谁看着呢？杜猛，会议结束以后我也会过去。Hey, boss. You must stop all the following actions and hide your identity. How long do you want me hidden? I will give you a message.Got it. Well done, An Jing. That's really good. Of course. I'm a professional. I don't leak track marks.
实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像置身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一缕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赤子，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安宁，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实力，不惧风雨勇敢前行。哦，你说哪怕一生无名。